学建筑，其实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在这段时间在家里边，其实，有时间能学一学，就是跟自己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不一样的一些东西。哎，你去感受一下，说不定你还会喜欢的，也许会发现一条新的路线。腿毛也是自来卷吗？腿毛不卷，啊，腿毛长的时候也有一点卷吧。但这个和是不是自来卷没有太大关系吧？其实，就是也30了嘛。虽然自己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青少年，但是确实是会有一些变化，就在你内心里，就大概还没到，就是让他去年11、12月份吧，就突然之间啊，就感觉自己好像对某些东西特别坚定，所以才会出现30而定。这个词，突然间，也许是确实是因为30岁了吧。对，是成熟了，年龄增长嘛，伴随着时间的变化，伴随着你的年纪增长，肯定会成熟。我的眼袋还好，现在好多了，眼袋现在好多了。还有，其实经历了这次的这个事儿之后呢，哇，感谢这个火箭，这个火箭应该挺不便宜的，但是你们可以不用送这些礼物。就经历过这次这个事儿吧，其实有时候也，其实我觉得反思一下挺好的，因为就其实就告诉我们，其实我更应该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珍惜当下，珍惜。身边的人吗？对啊，我也看到很多小宇宙其实做了很多公益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这些公益你们不要去，没必要说是为我做或者怎么样，其实你们就是在做公益。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，就是你们自己做的，只要你们做了就好啊。对，是应该珍惜当下的。就那句话嘛，其实就是去帮助。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吗？谢谢大家。终于喝水了，少喝饮料。我现在喝饮料，喝的很少。快乐肥宅水，我也喝的很少。对，基本上现在都喝一些柠檬水啊，这种。谢谢老铁的兰博基尼，谢谢你替我感谢。多喝热水，哇，万能的热水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这段时间隔离的期间呢，其实就是尤为的思念家乡，
也许确实是因为年纪大了吧。谢谢钻戒，是为你自己买的吗？对，就是，相对以前来讲，更加思念家乡了吧？也许是因为也有一段时间没回去了。然后再看到，还有之前那个护士，她和她老公的事儿，然后又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就确实是会有思念自己的家乡。因为我的出生在陕北，我是在西安长大，然后也会想到出生时候的那个地方，也很想有机会能回去一下，但是因为最近不行，对，以后有机会我真的想回去看一看。谢谢摩天轮。在北京隔离啊，因为回北京有别的工作啊，但是回到北京先自行的居家隔离2周。我们所有人都永远18岁，不只是我。大家应该都有听那首《平安回来》吧？来，你们给我唱一下，我听听。也许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能做的其实并不多，但是我们可以去祝福那些在一线工作的人员，对，默默的祝福其实也挺好的。江阳，江阳，江阳什么时候出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学护理的逃了网课啊？不好好上课逃课，逃网课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好像听起来和逃课完全不是一种感觉。感谢，感谢伊娃，送的礼物，虽然我没有看见，准备考护士资格证，那提前祝愿你顺利考过。聊聊江阳。谢谢老铁的跑车，啊，怎么不让你们送礼物，我还会感谢你呢？别送了，别送了，就聊聊天就可以。想聊江阳的什么呀？江阳，江阳什么时候来？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我希望。未来我们再次见面，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好啊！就还是之前说的那些话，也不想多说了。哥哥在家有学会什么新技能吗？解锁了，确实解锁了一个技能，那就是做饭。哎，我自己都想不到。解锁了，解锁了，但是现在还处于一个初级的一个阶段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很矛盾啊，
一我要减肥，二我又学会了做饭，这是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儿？所以每天都在自己跟自己打架啊，到底要不要做，或者说是放多少量？哦，对，刚才说到了家乡，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也是疫情的问题嘛，然后我了解到家乡就是其实有一些农产品很难销售出去，然后呢，我呢在这儿呢就是这样吧，做一个抽奖，然后呢给你们送一些苹果，很好吃，很香甜的苹果，好吗？我截图吧，我截图，我看截图，然后你们我说开始，你们就可以发一些弹幕，然后我会截图，然后我会截图，然后最后会联系你们，然后要地址，然后会送给你们一些苹果。我去拿一个苹果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去拿一个苹果。也不是带货，我也不是什么带货王子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毕竟也是家乡的，我觉得这也是在为家乡做一份力，而且它确实很好。因为这个苹果呢，我从小就吃，我从小就吃，非常好吃。但是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，然后确实他们很难，就是在销售上有一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。然后我要准备截图了，然后想一下这个手机截图应该是这样吧，我要截图了，然后你们准备好，会送给你们苹果吃，苹果也非常的寓意非常好嘛，平安，对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怎么黑屏了？这个截图应该是，哎，截了一张。好，然后我继续截啊，继续截，然后再继续截，截了2张了，截3张，截4张，截5张。解6张，解7张，解8张，解9张，解10张。OK，解了10张。到时候我会看这个，看那个截图，然后那个留言，然后会把这个给送出去，送给你们，会联系到你们的那个，会联系你们，然后那个地址，然后到时候送给你会在西安的街头碰到吗？如果说我回西安的话，是很有可能的，对。因为对家乡的感觉确实不一样，我就这么说吧，我回到了家乡，我就整个人就非常的放松。家乡就是家乡，它为什么能叫家乡呢？能让你非常有安全感、非常放松的一个地方。我一踏入陕西的土地，我就觉得我自己非常的放松，所以有可能随时都在哪儿溜达，很有可能碰到我。碰到我的时候，请上来跟我聊聊天儿。我还和那个护士，还有她的交警老公，我们约好了，我要是回西安的话，我还会跟他们去吃面。胡子是剃的形状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剃形状，就任它自己生长。你看这都已经长出来了一些。都没有刮。要考研了，
准备考医师资格证，祝你们都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刚好这段时间你们也能在家好好准备啊，准备考试。谢谢热气球，CC。请一定平安回来。不是只会泡面吗？那抱歉。我学会了新技能，我可以做菜了，哈哈哈哈。其实做菜很简单的，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你就根据你百度去搜，搜它那个步骤，然后就 OK 的。开了美颜的，我开门，我刚关了呀，我这没有了，那个什么什么大眼什么，我刚关了，我都关了的。感谢兰博基尼。我眼睛好大，我眼睛本来就很大，谁说我眼睛小啊？我为啥小时候总能吃到这个苹果呢？因为这个苹果是洛川苹果，因为我不是生在陕北嘛，因为我小时候会坐车从陕北开车到西安，总会经过洛川，然后在基本上在洛川会吃一个午饭。洛川还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，就是他们的怎么说呢，叫应该叫盖浇面，就是那个面，然后他们再炒个菜，把那个菜盖到面上，巨好吃。特别好吃，然后再就是洛川苹果一绝，这个其实说实话，就属于小时候的味道了。哒哒哒。都是面，因为小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是一天两顿饭嘛，一顿饭一顿那个米饭一顿面。哇，谢谢豪华游轮，谢谢，别送了呀，不要送了。因为小时候就是啊，就是吃面吃米饭嘛，吃面吃米饭。我学会了。西红柿炒鸡蛋，是吧？听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但其实我告诉你啊，想要做好这道菜其实没那么简单。对，还学会了青椒土豆片儿。嗯，哎，我看到有人发了个洋芋擦擦，对，洋芋擦擦很好吃，洋芋擦擦是陕北的著名小吃，非常好吃。
我一定要去西安玩，西安欢迎你，西安欢迎你。头发这么好，不用担心发际线，不担心，因为有段时间掉头发掉得很厉害，就相当于你这样呼噜一下，你手上就会有好多头发。有段时间，也许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吧，压力比较大，然后确实会脱发，很慌张，真的。当你这么一撸头发，你手上就有很多头发的时候，你真的很慌，你认为自己马上就要变成一个秃子了。所以说，任何时候，人是需要压力的，但是一定要找到一个能排解压力的方法。和一个正确的化压力为动力的方法，对，因为压力是需要有的，对。要高考的赶紧去复习，快，看一会儿就要去复习了。哦，对，今天还有一个什么呢？今天还有一个是全年月亮最圆的一年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刚好又是武汉解封的日子，月亮圆嘛，团圆，然后武汉解封，家人团圆，冥冥之中就有一种东西，冥冥之中感觉像是注定了一样。然后我们家的这个，你等我去看一眼，我看一眼能不能看到月亮。但是现在这个时间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月亮，但是感觉好像看不到。大家可以稍等一下，算了，我去看一下，我看能不能看到月亮。看不见呐，我家看不见月亮，但是呢，你们可以看，你们能看到的可以看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，你们看一眼有吗？最圆的月亮，说是一年，大家可以，如果能看到月亮的人，可以这会儿趁着这个时间，因为我看不到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对着月亮，哪怕是许一些心愿或者祝福，祝福给一直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天使们。各行各业，一直奋战在一线的这些人，如果大家能看到月亮的话，看不到也可以祝福。明天去吃面，好的呀。今天怎么没有戴眼镜？要戴眼镜吗？不戴了呗。让你们看看我眼角的皱纹，30了，有一些岁月的痕迹。啊，好像没有30之前也有。这几年好想吃苹果，可是没有。我感觉你在给我递话。对，而且苹果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嘛，吃也是对身体有好处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增强我们自己的体质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。白叔，我也是护士，一个很高尚的职业，辛苦了。谢谢这个摩天轮，感谢摩天轮。
感谢叶普哥送的礼物，真的是有些朋友啊，真的是送了礼物我没有看到，来给我发微信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你们可以就不要送了，他们就送吧。嗯，西安欢迎你们，西安欢迎你们到来。说西安话吧，又是说，又到了说西安话的环节吗？舍撒，念个舍撒，来，舍西安话。西安话应该还算是。算是容易挺动的话，我现在说闲话得想一想呀，得想想怎么说，很久没有说了。你爱吃碗坨吗？我很爱吃碗坨，超级爱吃，非常爱吃。去过大雁塔回来怀孕了，祝福你。去了大雁塔回来就怀孕了，嗯，蛮好蛮好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接。啊，对，还有就是30岁让我感觉好像有了一些，就是能感受到的一些自己应该去承担或者履行的一些责任吧，责任心。对，我觉得你就像就还是又回到了这次这个事儿上。我说其实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真的都很棒，然后我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承担起自己所需要承担的责任。话说来说去，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不断的完善自己，然后还是那些话，你们都懂。希望你怎么吃面都吃不胖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怎么吃都吃不胖的。以前呢，是因为没有这么长的休息时间，因为工作量也比较大，你消耗的也大。但真当你停下来的时候，你要是狂吃的话，是一定会胖的。看看我的屋子 ，no， 不给看 ，no way， 太乱了，太乱了。放眼望去，哇，不给看。我是不是还有啥美颜？我再看看。瘦脸，瘦脸还开着。哎，瘦脸关了，是胖了吧？确实，我就说咋，感觉自己好像没胖一样。我把瘦脸关了，我刚不知道，突然一下，呱，宽了很多啊。是吧？确实胖了，没有办法。你们都说我没胖，原来是瘦脸，开着瘦脸呢，欺骗了一下自己。本来以为自己确实好像没胖，但是呢，这就是现实。
我女儿给你唱生日歌了，在超话，谢谢宝贝儿，谢谢你的女儿小宝贝儿。在家瘦了十斤，你也是厉害，怎么做到的？我要多运动，好的，OK。想听歌吗？那就这样吧，提前预告一下，送给你们的一个礼物也算是，然后再准备一首新的歌曲，可以给你们先清唱那么一两句，因为现在还在完善，在完善，没那么，现在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，还在完善，但是可以给你们清唱两句。歌词呢有很多东西都是，也算是我的一个想说的一些话，或者说是，一个态度或者怎么样，给你们清唱几句啊。我不给你唱完，不唱完的，不给你们唱完整的，那就没有意思了，对吧？给你们留一些悬念，你们到时候出来会自己听吗？道理懂得一车，做事还是总凭性格。凭着内心炙热，更自在的生活，单纯的快乐，不止在年少的时刻。黑白或是猜测，你经历过的才懂得选择。所有的事情都会告一段落。偶尔会无可奈何，放下义无反顾，不是，坚持义无反顾的执着，前方会有无限的辽阔。然后是啥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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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自由又洒脱的性格。最重要的不是得到结果，好好享受每段经过。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，没有给你们唱全。然后我也说实话，自己也没有多还多熟悉这首歌，因为有些旋律比较复杂，就相对于我来说，并不是一个专业的，有些旋律比较复杂，还得去磨合。但是我是自己蛮喜欢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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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情歌，凭着内心炙热，更自在的生活，单纯的快乐，不止在年少的时刻。黑白或是彩色，你经历过的才懂得选择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告一段落，偶尔会无可奈何，坚持义无反顾的执着，
前方会有无限的辽阔，我要何从不是哒哒哒哒，自由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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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嗯哒哒哒，嗯哒哒哒，嗯。这算是，也算是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，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。因为没时间，因为最近没有时间去出去嘛，一直在隔离，因为没有办法去推进这个事儿。但是相信我会尽快努力把它带给你们。谢谢摩天轮，谢谢风筝，风筝。对，其实等这次疫情过去之后，我其实还蛮想去武大看樱花，对吧？看着每年都有很多人都去那看樱花，还没去过，想去看看那儿的樱花。我胖了十斤呢，我胖了十斤。又想听歌了，想听歌。那就唱个，唱个平安回来吧，然后也算是对这些一直在一线的英雄们的一种祝福。唱个平安回来，好吧。看不见硝烟，你奔赴危机四伏最前线，胜过所有语言，侵占树上的红手印多鲜艳。说不出再见，转过头，泪水模糊你的眼，一句平安回来，饱含亲人的挂牵，沉甸甸。请一定平安回来，带着笑容满面，在你身后留下一幅春暖花开的画卷，请一定平安回来，带着春风满面，把欠下的爱和思念都好好说一遍。怎么样？祝福那些一直在一线工作的人们。感谢李总送我的礼物，我发小都很逗。爸爸唱得很好听，
你爸爸也给你唱歌了吗？不要闹。风在最远处，等着地平线和微光分开。天空尽头亮起一串，天空尽头亮起一串雪白。呼吸跟着梦慢慢来，心跳节拍不快，记忆终于回来，独自流浪过这人海，执着简单热爱，偶尔也想。让时间停下来，看着世界的黑白，寻找心里的色彩。很久以后，他还在不在？哦，对，我把蛋糕拿出来，与你们分享，好吗？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蛋糕啊，是你们永远意想不到的一个蛋糕。来，你们先来一轮竞猜啊，来一轮竞猜，好啊。你们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，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形状呢？我看到我惊呆了，该竞猜一下，欢迎竞猜。高手，各位，大家都是高手。给你们拿出我的蛋糕，你敢信吗？你们谁敢信？我看到的时候，我有一些真的，你们仔细看。一碗面，怎么样？happy 吗？对啊，这是我同事们送给我的，谢谢我的同事们，非常的理解了解我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头冠，但是我的头围这么大，能不能戴得进去呢？我换一个最大的，哎。很抱歉，各位，我尽力了。我最大的一个扣，我尽力了，真的，我真的尽力了。啊，就这样吧，就放在这儿吧。我尽力了，头大不是我的错，好吗？聪明。不行啊，它放不住啊。不行不行，戴不住，真的很抱歉。本来我也想戴上的，
那就这次机会许个愿，愿望很简单，说出来就不灵了，所以就不说了。许愿完毕，这个蛋糕啊，苍天了啊！谢谢大家。哦，对，忘了刚才送苹果，你们应该打平安健康来着，然后我截图，忘了这事儿了，但是已经截过图了，那就再来一轮，好吗？看看是什么，平安健康，我们再来一轮，刚才那一轮也算的，相信我也算的，好吗？平安健康，大家。我说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发了，然后在这个留言发平安健康，然后我继续再截图，好吗？那现在开始，然后发平安健康，我截图，好，已经开始了，好，不好意思，看一下哈，来，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四张。五张，六张，怎么有种给自己在自拍的感觉？七张，八张，九张，十张，OK。前面的我也会送，到时候会联系你们要你们地址，到时候会给你们那个快递过去。让你们尝感受一下我家乡的味道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啊，我也打包邮寄过去吗？那很抱歉，过不去啊，不合法。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健健康康的，平安健康。这怎么还能送一个白呢？好好享受每段经过，对啊。珍惜当下，享受当下。
高考的学子们，加油！你们是最棒的，一定能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。怎么保养皮肤？那你真的是问对人了呀！用自然堂面膜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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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更自在的生活。愿我们所有人都自在如风，好不好？我这是没洗头，还是新造型？我抱歉，我今天真的没有洗头，但是是昨天洗的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做公益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真的不是白宇吧？我不是白宇，那我是谁？Who am I？谢谢跑车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大头怪，谁大头怪？大吗？好，那既然你们不喜欢这种大头的感觉，那我就这样。但是我就看不到你们说的话了。我估计我戴着眼镜也看不见了，这么字儿太小了。我去找下眼镜试一下。算了。不找了，也不能。现在头还大吗？不大吧。这是什么魔鬼比例？吃蛋糕吧，不然一会儿脱了。确实。头发染了没有染？没有染头发，头发就是这样啊。因为我刚好顶光是一个偏黄的一个光，所以照上来就，所以头发有点。但是我确实自己头发也有一点点黄。营养不良啊！
别吃了，你都吃胖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胖了。吉他还会弹吗？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了，但是熟悉一两天我觉得应该还会。哎，对，这段时间对可以再摸一摸吉他。哒哩噔的一车做事情是一心歌，凭着内心之热更自在的生活，年少的快乐不只在单纯的快乐，不只在年少。哎，年少的时刻，哦，对啊，在工作的粉丝们也要加油，你们一定要加油啊！我们所有人都要加油啊！我们所有人都要加油，尤其是我都说了嘛，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，需要去工作、需要去上学的、要外出的，一定要做好防御工作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还是就像之前说的那句话，你先保护好了自己，你才有能力去保护别人嘛。还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，对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这是第一位的。什么时候直播结束？其实应该要结束了，但是所以离近一些，让你们看我看得更加的真切一点，这样你们就看不出来我到底头有多大，这样是不是会更好？好吧，这个距离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啊，大家以后可以来头条跟我互动啊。哎，最后再唱首歌结束吧。唱一首歌。唱一首《洛杉矶的十点半》。很久没唱了，我的妈呀，怎么唱？我听，是你轻声呢喃着，多想这一刻都静止了。你微笑说愿望太大，我说一定实现它，让你把未来交给我吧。世界一阵一阵变化，你怕走着走着散了，你新的地址我收好了，若有天真的走散了，我第一时间到达，我最亲爱的你别怕，
不多不少的时间啊，我们经过了，我的承诺从来都没有忘记啊，心里的话终于它变成无声表达，还会心OK， 很久没有唱这首歌了。我要下啦！祝我生日快乐，也祝我们所有人健康平安。哥哥，你不爱我了。我要下了，然后呢，大家就还是刚才说的，一定要注意防护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然后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。下回见，下次见面的时间我感觉应该不会很久吧，但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下了，我要自己去面对一下30岁的我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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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心，比心，比心，比心。比心，拜拜，下了，拜拜 ，everybody。